的大家喝的奇怪，钥匙中的魔法，脸上溜溜达达，还是不想回家。一个人看着对牛对个有种爆米花。哦，妹子妹妹都想和你通电话，飞到巴黎铁塔，下次再到喝奶咖，去巴鲁达看海和沙，跳桑巴，点燃了火把，我们爱的就是你。那个。小傻瓜，过来我亲一下就好。来啊！哇！我觉得你们啊，不用玩了。请您站在吊床的中垂线的下方，好，手抓住吊床，将你的右腿放在里面，也就是你的我刚才所说的膝窝。老师，他好像有点硬。来。膝窝，别紧张，好，双手抓在你的右侧，右侧同侧，左手放在右侧的上方，好，将你的身体侧到你的右侧去，来，来到我的这个方向，对，好，停住，稳住以后，哦，来好，抓住，你的左手一定要抓高，抓直，抓高好，把你的左腿。拿过来，左腿伸直，垂直天花板，对，好，屈膝，转胯，转，再转，对了，好的，屈左膝，让你的左胯根卡住你的右侧，右腿伸直，左腿屈膝，右腿伸直，对，右腿伸直，左腿屈，对，转胯，转一下胯根，对了，把左手再伸高一点，为什么有一种烧烤的感觉？难度最高的是胡一天，个子最高，来准备吧。我这个腰啊，不太行。OK， 好，第二个来。不是，你可以勇敢的腿可以往前走啊！对，你可以往前，对了，往前，胯送出去，好，走，这个鸡好像屁股在前面。哎，真的，我们这鸡怎么样？那目前吉尼斯。10年前，一部泰国电影深深的鼓舞了我。电影讲述了一个男孩从黄台普马哈纳昆。契他哇劳迪西阿尤他亚马哈迪路，我想特别感谢一位粉丝，他叫列昂尼德·别尔夫什卡。在我事业最低谷的时期，他从柬埔寨的拉塔纳基里省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，让我重拾信心。谢谢你。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
心情，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。